讨论过这样我们已经说明的那个户籍站带的过程，马国语户籍站带的过程，新的内容找得到吗？是怎么样的感觉？新的内容，新的内容，你的新的发现吗？你的新，对，对，我自己发现的吗？不齐，对，就是有看到它的生长过程这样。啊，对，所以你学的地方是这个是两个地方有自己感觉到的地方，还是地球上面的人还所有的人还不知道的内容找到的？这个是两种有。研究里面是看完的内容，你接接变接了，还有那个背带也是看了，你已经看过很多，有一些的那个拍好的拍照的那个里面已经有新的内容，一定应该存在里面，但是有找到的感觉吗？还是模糊的感觉吗？还是模糊。那有两个选择。嗯。多一点绕一次是这样，还是要认真看 data， 认真先认真看 data， 其他的人以前的人讲的怎样？对，是吧？对。有人相信 data 越来越多，一定靠运气，我可以碰到新的发现。是。有可能，有可能有，有时候有。但是自己这个时候，你自己的感觉，你做好好吧，接变好好的吧。你也自己感觉啊，只有还没查的，如果很认真查的话，有可能找到新的发现，应该有可能碰到。好，那你自己感觉做的是，老师多一点捞鱼，是吗？不是，也是一个路线，捞鱼也可以，但是捞的时候也是不是随便吧？对，你已经知道啊，这个时候，这个时间点，我要看的时间点是这个时候，你头脑里面已经有 target 到要捞多的大小多少的鱼数量，你已经知道，因为你想好的，想好所以可以知道，可以 target 到有一些啊这个大小的鱼数量，没有想进去的话，随便捞吧。对，这个地方是有 很重要的地方。还有那个那你有机会问讨论跟其他的外国人，我也是外国人。好，你谈过吗？有机会的交流吗？有讲学的好好吗？有学的地方有吗？学的地方。学的，你他们给你。他们给你好好的意见，对荐意见，好的 suggestion 有吗？老师的话有吧？我有吗？有吧？有吗？有吗？那你感觉好？你感觉怎样？你感觉什么？好机会，好机会。我也是有，我也有。说跟外国人交流。外国人对，是。对，是好机会。好机会。是好机会吗？OK。那以后好慢慢回去前面问的问题。好，你来这里，好，那外国人也是在的，你也是一样的同班同学一起来的吧？对。好，那他们好同班嘛，好同班，我问的时候，他们坏的同班没一定没有讲好的同班是吧？对。不太可能，他们说坏的同班，真的坏的事情发生的话，好机会找红大哥，他们是坏的，但是那个好同班，我认识他们，好吧？那你有机会有没有机会外面去一起玩一玩吗？还是他们已经去玩的玩过，他们玩过吗？我们有一起去其他地方，有时候最近他们都在做实验，所以我有时候会，其实我会自己去，自己去，不是在那种人很少的时候，有人的情况下。好了，那宜兰的，你碰过看过宜兰自然里面好好的地方，已经玩好了吗？有。OK， 很好。好，那这个是差不多最后一个的问题吧。如果再来一次，你还有什么想尝试的事情吗？那你再来念
再念再来念这个的，这个是有意义，看得懂吗？这个、看得懂。哦，对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个是对的。如果再来一次，你还有什么想尝试的事情？嗯，对，嗯。哎。嗯，那这实验有关系，实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对。嗯。那有。应该还是会就是。像是我的那个马狗鱼，可以继续做其他的部分，然后找到更多不同的东西。OK， 好厉害。OK， 好了，很好，OK。好了，解释。OK， 好，拍手。OK。